晃。这是没熟对吧？也是一捂一熟，一捂就熟啊，这是轻式的。大哥，今天早上来买菜了，九点半个小时，九点半。这都打点好了？那必须得打点好。这车设好。正经八百的草莓是吗？是，事事如意吗？是不是？我加一样。阳光明媚啊！2024年4月18号准备开工了，然后搁这块等装修师傅来。开始了，哎，大部队，还有带几个大礼炮呢。嗯呐，庆祝一下是吧？仪式感，仪式感啊！早点精神的，反正的。你们整个专业，咱这第一次整这个装修也没有经验，反正就得听那个师傅的安排了哈。啊，我们这不懂哈。你说咋整咋就咋整啊。没事，给咱们带队的嘛。嗯呐。有请，有请各位师傅闪亮登场。谢谢。这就靠你们了以后。对。是不是？那这房子就交给他们了。土地宝，这都得现成的，这都是是吧？对，这都是准现成。装修啊，专业。福旺财旺，对对，笑口常开，王老吉，吉祥如意，平平安安，心想事成，红红火火。我这里来4月18号7:58。哎呀，来，吉时已到，开工欢喜。哎来，发现了，老弟好，好嘞，哎，好的，开工大吉，开工大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五彩缤纷的灯笼，今天装修开工这个钻石般的房子我觉得策马扬鞭啊。看彩色的这个纸袋啊，飘满满地。哎，我也希望未来的生活哈、啊、也是五彩缤纷。哎呀，真好，这是咱们那个大师傅啊，这几位大师傅整两句吧，这是交给你了，房子以后就是把活给干好，啊，是业主满意。哎呀，感谢啊。设计师，我就祝房主开工大吉，大吉大利。感谢设计师，感谢。哎，房主长两句。老张，祝我们夫妻幸福美满。哎呀，好，挺好。开工大吉。透过窗看一幕童话，乘着光芒的云霞。晚风轻轻地吹过他的银发，他笑着等开启，慢慢走回家。幸福有时候不说话，总在平凡里发着芽。就算日子偶尔有伤疤，也能从里面长出新枝芽。对，这个季节装修的不少。对，开始了，这马上五一了，暖和了。我看他们那边还有，找师傅他们吃口饭，我们搁这跟前这块
忙活一头午，然后下午就开始这个开始整了，上午的话就到饭店。清蒸鲈鱼，腹腹有余，腹腹有余是吧？这边整的进来齐吧，这家食整的大丰收啊，收获满满。我太烧蛤蟆，四平八稳拔菜，就是就现在再来个热的热菜。陪师傅喝了一瓶啤酒，吃完饭了。等一会儿啊，来个车。副总监开。这块车少。你可以摇开点窗户，我要闷进去，热，整热了。老哥，你得给我看看购物局是啥、啊？够。走你。走你。稳稳的。这边车少。嗯。以后你就得练了。对。就在这块能练出来。以后我正常，我就是白天正常给这片子就你开了。师傅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我没啥事，我就得喝两瓶，喝两瓶。然后我要栽到要开是吧？然后给他开。你看这车都没啥车，稳稳的。这属于三起。哎，这到了，慢点啊！这么远钱啊？那可不是吧。嗯，好，就是有点占俩车位子中间了了吗？啊，这车干的。没事，往后稍稍再就行。行。再往前点没事。还行吗？再往前点没事。好。好。过。板凳吗？行，可以。一会儿下去看看板不板正，这现在我也看不出来板不板正。下去看。手刹。哎，对。应该还得过来点。嗯，正常得过来点。这停了，要停不下去。行，人这大摩托车停正好，没事。够用。停车也能停是吧？还能停一台车。他这新手刚学。怕到时候我站这了，人家停不下。刚练。刚练。看出来了是吧？嗯。看出来了。啊。过来。整个浪墙面地面全凿，那可不，那个棚顶，嗯，清水了，嗯，你看一包都不搭理你，哎呀伸个懒腰，哎呀呀，再给我表演一下吧，这到位了，哎，起来，哎，起来啊，走。啊啊！开拆了，开始拆。你窗帘拿走是吧？啊！这个在那个我在这块儿，这个带窗台，我能上去，这个够着。嗯。先拆油烟灶，给我拆油烟灶了。油烟灶正好拿老家那嘎、个、能使的，剩下的都使不上了。你们该收拾收拾吧。他这玩意儿带扣的。拿个地包，赶紧给拽了哦。这也是方太的啊。慢点啊。这师傅干啥太专业了，这不大锤。昨天我给他敲墙好，那家够用的。右面就不行，没有当高窗台。啊。啊，人家知道怎么安上去，夸夸到处夸一盆啊。对，安的时候好不好安，撤的时候夸夸的，两下几下就磕下来。这不都撤下去吗？都撤下去哈。搁这块儿讲，打一个这个门再打，给这个拆掉，重新再打一个。哎，够用。哎，留圈子。
啊，这是剩下这把子。不是，就是衣柜里的糖板。啊。嗯。我们这属于全砸，砸完之后跟清水一样，但是比清水能费点劲，得砸个两天三天的。包括这个地热，地面，地热的话咋的？它以前是四路管道，完了重新发现收尾上最少得二路，其实一招整就全都整了啊，也没有啥留的了。对，除了窗户的话是留着的，是不是？剩下没有留的。早晚就跟清水房一样。就跟清水房一样。我说从厨房出脚，对，转圈。我们说嘛，三分钟、两分钟就一个样，你再过个半个小时来的话，这基本上这块就全都糊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想起个词儿，三下五二。三下五二。没有啥，没有啥高，整个三下五二，哐哐完事儿了。三下五。窗帘等梯子，一会儿把那个给卸。嗯，再把这俩窗帘卸了，咱们就完事了。把面纱给拿来了。走，慢点啊，你慢点。你也得从这嘎子。啊，都得从这，老公那得盯着。看时间，八点一零，开了警察。哎呀，他说不换砖的，不换砖是你。是不是、啊、对，但是就不够了那砖。嗯，这底下就是那么啥，我还以为这底下有砖呢。没有，原始那个地面的。行行行，哎，下午来拆那个了，媳妇拆的挺快，得个两天三天的吧，两天三天的能拆利索，拆利索之后开始装修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明儿见，拜拜拜拜啊。三天两天的就看出大框样了，下午再过来看看。